大美人关之琳今日惊爆同台湾富商陈泰明离婚，直认我们不是分手是离婚，令人愕然。据香港媒体透露，关之琳与陈泰明拍拖近八年，近年屡传婚讯，四月份更传两人会到法国结婚，当时关之琳否认，但知情人士说两人早于去年初已在外国注册，之后于巴黎秘密举行了大型结婚派对，只是婚后生活上的细节令两人感到难以磨合，很伤感情。特别是有时当陈泰明同其他的异性在一起的时候，关之琳就疑神疑鬼，一会儿怒又再吵架，最后关之琳终于按耐不住，半年前提出分居。不过令两人决定分开的导火线并非是第三者，而是两人不能公开关系，这令关之琳非常难受。知情者说，关之琳和陈泰明结婚一年，男方不肯公开两人的关系，理由是担心前妻承受不了，而且陈泰明的两个女儿也不想爸爸再婚，这令关之琳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即使在朋友面前都不可以公开两人的已婚喜讯，频频争执，加上生活细节，故最后决定分手。也有说陈泰明是典型的大男人，希望关之琳婚后不要工作，乖乖地待在家中。关之琳拒绝，两人各持己见，性格分歧非常明显。关之琳感到两人真的合不来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不如直接。之前陈泰明多次求复合，可是关之琳未有改变决定。陈泰明见苦就无所谓，答应牵手离婚。据知关之琳未有要任何赡养费、财产分配。大美人关之琳今日惊爆同台湾富商陈泰明离婚，直认我们不是分手是离婚，令人愕然。据香港媒体透露，关之琳与陈泰明拍拖近八年，近年屡传婚讯，四月份更传两人会到法国结婚，当时关之琳否认，但知情人士说两人早于去年初已在外国注册，之后于巴黎秘密举行了大型结婚派对，只是婚后生活上的细节令两人感到难以磨合，很伤感情。特别是有时当陈泰明同其他的异性在一起的时候，关之琳就疑神疑鬼，一会儿怒又再吵架，最后关之琳终于按耐不住，半年前提出分居。不过令两人决定分开的导火线并非是第三者，而是两人不能公开关系，这令关之琳非常难受。知情者说，关之琳和陈泰明结婚一年，男方不肯公开两人的关系，理由是担心前妻承受不了，而且陈泰明的两个女儿也不想爸爸再婚，这令关之琳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即使在朋友面前都不可以公开两人的已婚喜讯，频频争执，加上生活细节，故最后决定分手。也有说陈泰明是典型的大男人，希望关之琳婚后不要工作，乖乖地待在家中。关之琳拒绝，两人各持己见，性格分歧非常明显。关之琳感到两人真的合不来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不如直接。之前陈泰明多次求复合，可是关之琳未有改变决定。陈泰明见苦就无所谓，答应牵手离婚。据知关之琳未有要任何赡养费、